也特别邀请到呢雅诗兰黛的好朋友，也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雅诗兰黛的品牌大使白馨蕙，拜拜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馨蕙。Hello， 小乖。Hello， 小凯老师。露露在哪里？露露啊，在这边。Hello， 露露，还有所有头号粉丝们，大家好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而且我发现大家都打扮得好漂亮，来参加30周年的 party 耶！你觉得一样商品可以30年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真的太不容易。我首先要先跟 ANR 讲一个 Happy Birthday， 真的。然后还要跟大家讲 Happy New Year。哦，哇，很多的喜悦都在今天跟大家共享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手上这就是我们的经典产品喽，超智慧 DNA 特润修护露。什么时候接触的？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是超级头号粉丝，所以你是想跟大家媲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我刚刚有听到很多见证讲说，哇，用完就觉得皮肤光滑有弹性。对，其实我最能感同身受，因为其实我出道的第一个保养品就是它 ，ANR。哇、wow, ，对，所以我也是很有渊源，对，非常多渊。然后这几年雅诗兰黛对我的照顾，所以让我跟它更密切了。我现在一年就一季，我常常说我其实一季可以用2罐，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啊是有偷喝吗？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太需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我讲真的，平常我舍不得奢侈，可是保养品，因为雅诗兰黛对我非常的好，所以我最奢侈的东西就是使用 ANR， 因为我早上晚上都用，然后再来就是我敷脸前呢、啊，我都是很奢侈在脸上，还有颈部，还有这边胸前，我都是大量的使用，然后再敷脸。然后我就开始看书啊，或做家事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在平常化妆的时候，因为我其实这个小 paper 是从一个国际的彩妆师偷学来的。小 paper， 所以你连平常的保养之外，你还有小 paper 要跟我们分享？对，我平常化妆的时候，我除粉底液，我还会混合一点 ANR。然后粉底液，对，因为这样子混起来呢，因为其实我可能是本身皮肤比较偏干，是，所以我很重视保湿，是在粉底液混上了以后。感觉会特别的服帖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。那再来的话，我自己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是因为我可能长期在外工作，可能要改装，或者是拍戏的时候怕晕染，所以我常常就是会用 ANR 来，就是沾点棉花棒，然后来改装。对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用的，就不会过分拉扯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其实你当你在改装的时候，你也在保养，你也在照顾你的皮肤，非常 smart。还有小乖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从小凯老师那边偷学来的一招，一定要分享给在座的头号粉丝们。好，就是当，因为其实现在是秋冬，皮肤真的很容易觉得干燥紧绷，对，还有一点过敏的问题，对，或者是平常在 office oil， 其实就会觉得说哇，在冷气间很干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干。那你平常已经上完妆，那在公司或者在外面很干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其实你可以分装一点点，直接带在身上。是。那像小凯老师刚刚教我说，其实你就是在滴在手上，对不对？用手稍微温润它一下，是。启动它的开关以后，然后稍微点在可能是比较干燥的这边。或是 T 字部位，所以是在有妆的状态也可以来做一个保养的动作。是的，其实这样子看起来你就觉得很有精神，非常有精神。谢谢小凯老师，谢谢小凯老师。这边让我们知道，保养是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时刻都可以做进行，但是最重要是要选用，对，选对产品，还有使用方式。哦、太聪明了。所以你今天呢，除了自己分享，还借助小凯老师的专业，跟大家一起来开一个同学会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其实我们今天 party 呢，让大家完全没有压力，就是我们呢头号的好朋友，大家都聚在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变美丽秘诀嘛，姐妹会，姐妹会。所以希望呢，今天的 party 呢，大家除了一起庆祝生日。就要玩得很尽兴，很开心，然后互相交流，把你的美丽的方法呢，来跟大家一起来共享，对不对？谢谢美丽的拜拜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超智慧 DNA 特惠修护露，30岁。谢谢，那我们的四位。
贵宾先回座休息，露露请留步喽。